但是大时代很好听的歌，通过妈妈妈在今天的节目中咱们 OK 唱出来，各位都会很熟悉的。好，接着下来，刚才是 Rumba， 现在给各位来选一组歌曲 Slow Rock 的主题曲，来为您安排这首一组的一连串主曲 Slow Rock 节奏的，请各位慢慢欣赏。you
到。